今天来买房找妮蔻，居然发现她在睡觉打呼噜，突然打了滚起床了。你睡醒了，走吧，今天带你去洗个澡。先把她额头侧面的鬃毛解开，好了，全部拆完了，然后再用温水把她身上脏的地方冲干净，再把她侧面尾巴上的鬃毛也全部打湿。那妮蔻给你洗洗牙。然后再把它全身淋上沐浴露。由于妮蔻的头发又厚又长，所以每次要多给它淋一点。再拿软毛刷给它的肚子下面、大腿内侧以及提窝那里比较容易藏灰的地方要多给它刷一刷。今天给它刷脸洗头发还挺乖的嘛，一动不动。好啦，现在用温水把它身上的沐浴露全部冲掉。洗脸的时候一定要把水量调小一点，以防水冲进它的耳朵和眼睛里。好啦，全部洗完啦，趁着它的头发是湿的，正好给它长长的地方修剪一下。先把它耳朵中间的毛修剪平整，再把它两个耳朵里凸出来的耳毛剪掉，给它长长的胡须也修一下，最后再给它鬃毛梳整齐，剪个齐刘海，这样看上去干净多了。妮蔻，饼干，拿，给。